这个握力，保持这个手型是需要有一点点支撑的，需要给一点点劲儿。那给着这个劲儿，体会一下，是这个地方的肌肉有一点控制，大指的这个地方肌肉有点控制，当然不能离开手指头前面的控制，再握的再圆一点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如果从侧面看来讲的话，你就是发现手、食指、中指、四指和大指，从侧面看，有时候会呈现一个什么 C， 对，特别棒。那么当你以后中指弹奏更远的音，就是什么大 C。食指弹更近的音就是小 C， 基本的手型就出来了。